们该给他的关心也都有。那我觉得他需要更多的时间，好，所有人都要慢慢恢复。那当然他也是刚才传讯跟我说一定要好好加油，为我跟伟晶一起集气，时间和空间我们都要留给所有的当事者。不过现在最重要的事就是我们把当下任务好好完成，让他放心。那伟晶第一次蛮紧张的，但是知道是跟明珠要搭档之后，其实放下了一半以上的那个石头，因为明珠实在是太照了，就是很多很多的地方他都照着我，然后因为他有上一届的经验，所以等于是我有什么问题就会问明珠。那这次我等于是躺着来跟他主持的感觉，但是因为现场还是会有一些比较紧张的因素跟氛围，我这样会不会很丑，一直很发站的感觉？所以还是等一下克服自己现场因素的紧张，应该就会完成得很好。那明珠会不会觉得我今天穿太多了？我希望他待会有脱的机会，我们拭目以待。对，听说他有 UV。好，我尽量不脱。